好，跟住下一套作品啦，下一套作品就是 Star Driver 嘅原作班嘅原创班底啦。佢哋话系续集嘅，但系我暂时感觉唔到啦，至少冇啲耳蛾声啊。其实呢度系唔系总之到一套乜鬼啊？续集一次喎，系唔似？唔系，总之到嘅高校唔知嗰套年之后点冒出嘅机械出嚟，咪呢部咯？啱咯，好合理啊！关咩事啫？嗰部机械，呢部机械差啲争好远喎。嗰啲即系科技会进步，会改良嘅，系咪先？咁即咩啊？昆虫都晓变大啊嘛。系啦，呢套东史嘅作品啦，那个设定嚟讲咧都相当王道嘅。咁但系咧就有啲搞笑嘅。今季咧我发觉咗有一个大家都好中意，回忆细个嘅时候咧就会有两条蛋散啊，一定系包括主角噶啦呢样嘢。就跟住佢有一个，唔系应该系三个。两个先的条女救出嚟之后就走咗噶啦，冇会片段噶啦嘛。系基友同基友之间关系，唔系，所以咧，所以奉劝一句，动画里边有一个惯例，除咗死老豆死老母之外咧，年轻嘅时候咧，千祈唔好同你嘅好朋友去一啲唔知咩嘅地方，就咧唔系咧就会跌咗落嚟死咗啦，或者系突然间俾人捉走咗啦，唔系，或者系断手啦。等等，第二嘅情況都會發生嘅。你唔喺地方，你唔係主角嘅威能㗎，你做到主角知唔知啊？你做主角就深入虎穴，攞啲超能力。唔係，咁你咁講嘅話，即係主角係要犧牲佢嘅朋友去換咗佢嘅特殊能力啦。犧牲兩個朋友咧已經幾好啊，幾偉大啊！嗱，佢個青梅竹馬嘅男同女已經被人混住咗啦，佢個小朋友生活得幾開心啊，條友。咁啊，講啊主角啊大地啦，咁就因為佢老豆就佢老豆叫太陽。他是完全符合一個機人片的主角的應有的條件，即是什麼？死老豆，死老豆，他老母應該都死了了，因為不見了、啊嗯、那高達的老豆有多少他就死了。那然後跟著就是他的青即是現在新世代最喜歡的他的青梅竹馬就突然之間不知道去了哪裡了，是落得他活得很開心，不知道為什麼。那然後跟著主角就經過十零年嘅時間無所事事啦，咁然後終於有㗎，佢練習梅力標啊條友，咁然後終於就翻咗呢個種子島就去掃墓啦，參觀高校先，冇過路。咁跟住咧就再次去翻同佢呢個童年玩伴鐵平一齊呢、這個嗰、那個秘密基地裏面啦，咁然後跟住咧就發現咗一個迷之嘅小學生，仲要孭住個書包咁樣嘅，咁原來咧其實咧佢就係、是。嗰支槍啦、啊，嗰啲叫咩唔知咩 Liver 拉法，生命光槍，唔記得佢英文叫咩。總之跟住咧就突然之間就被傳送咗去呢個機械人嘅駕駛艙，喺機械人嘅格納庫裏邊。係啊，然後跟住個博士第一句問佢就話：你係咪 Captain？ 隊長咪話隊長，我唔係、啊。我可以話你佢一切嘅橋段都好王道式嘅機械人態，亦都係有啲有去，尤其是去到格納庫嗰一 part， 你見到有條彈散入咗嚟格納庫，你問佢係咪隊長？即係而跟住唔係最緊要就係呢條友，如果佢開頭佢唔知道行唔知道，但我諗會揸支槍。佢係一個科學部嘅部長，就係佢係呢個基地裏面嘅科學部部長，你亦都未見過呢條友，跟住你咁樣問佢，你係咪隊長？咁佢個重點係佢攞住碌嘢啫，嗰支。喂，碌嘢唔緊要，你隊長攞住噶嘛，大佬。咁冇機要啊嘛，咁佢攞住咪問佢呢個問題，咁我覺得唔係好講。有咩件事問？你呢度做乜鬼啊？未出擊喎，而家。即係你見到扮阿字揸住部 unicorn， 你就話你咪就係盒嘅鎖匙咁，成日會咁樣就係。咁冇嘢啊，我覺得。跟住就主角就坐上咗呢、這個Captain Earth 咯。是啦，叫做 Captain Earth 的機體上，其實他那部不知道 Core 呢，你當 Core 核心那部是 Core 咯，向宇宙進發就去對抗這個入侵，就不知道應該是外星人來的，不是外星人夫婦，應該不是外星人來的，未知道，有些是，不是，但是呢他說他是 Design a Child 而已，但是呢我可以說呢 Captain Earth 的出擊的費用應該是很貴的，每次都要火箭升空的話，是跳落式的，是一跌落去就沒了，三段的，還有好像，哇真是、Captain Earth 的出擊費用應該，我第一看到就說為什麼要這樣出擊呢？是他火車所一部小的核心人上去，但是有三個衛星對他合埋，他這樣出擊有個好處，他那個兼容卡可以做久一點，
喂，你淨係第一唔係第一集呢一節 ，total 係用咗接近三分鐘時間係去合體咁滯嘅。仲有嗰個 DVD 特點又多咗一 part 就叫合體，淨係做合體。但問題突然已經攻到埋嚟啦，我想講。同埋好昂居㗎喎，你嗰、那個佢哋嗰啲咁嘅基地嗰三嚿咁嘅嘢咧，圍住塔圍住個地球喺度轉，正常應該啲軌道唔同㗎嘛。你話變就變到㗎喎，咁搵笨㗎。使乜啫？俾人嚟到時啊，射一炮你基地。黃道機械人嘅嘢唔好諗咁多。咩即係大佬？基地成日中個流彈，我哋衛星一篇歪一道你玩完啦，即刻撞牆啦，真係係咪先？人哋講唔俾人哋好高科技嚟嘅，人哋總知道基地喎、啊、我點知道你啊？你歪一道都含含。唔係嗱，唔係。總體嚟講，其實真係好黃道嘅機人片嘅架構嘅橋段嚟嘅，係一個少年突然之間獲得一個神秘嘅力量，再突然之間唔小心咁樣去咗個駕駛艙度，再唔小心咁樣上咗部機，再咁啱得咁巧外星人來襲，咁啱咁巧又撞翻呢個青梅竹馬，我未撞翻嘅呢個第二集，咁啊跟住。在第二集那裡其實最主第一集就是叫做什麼這個叫做 Captain Earth 的誕生你可以說是這個其實是好機人片因為為什麼呢通常、傳統的機人片第一集都是去到就是主角的機械人出現然後擺一個 pose 動作那一集就會完了那他也是啊是那其實呢當然這部東西我一頭看的時候呢我第一樣想起就是什麼呢 Hero Man 主喔我差咗佢未擺個 O， 因為地球嘛，點解唔擺個 O 字姿勢咧 ？O， 我係嗰下我係有啲失望嘅。咁打得係骨頭出嘅，咁冇問題。咁我係有啲失望嘅，應該係 Hero Man Attack 嘅，跟住係應該係要戴帽啊。其實呢套嘢應該未必係 Star Driver 嘅下集，應該係 Hero Man 前傳。戴佢隻眼喺邊度變出嚟？啲人都邊個嚟啊？想問，好問啦、啊。進化。咁第二集就跟住就係同呢個對戰啦就呢個係一個比出嚟暫時嗱嗰個咪 Q 啦 T 唔知咩嗱你咁樣講 Q T 唔知咩你咁樣講如果以戰鬥兵力嚟講呢佢真係略為有少喺尤其是機體大機咁佢真係遜色過健全機械人嘅公道啲講一句因為佢射擊武器㗎嘛對同埋佢就算最後格鬥嗰一拳打落去嗰個感覺咧，都未去到有健全嗰個嘅打擊感出嚟。係，同埋就算健全咧，佢又想講廢話嘅時候，敵人係知道打你嘅。同埋呢度咧，講廢嘅時候，敵人知道去邊嘅就可以係。同埋好尷尬嘅，佢出嗰拳咧，佢打落去嗰下就即刻轉咗個分鏡，佢唔係連貫落去，一日打落去咧。但係佢個分鏡就變咗係 close up， 佢火機箭吸煙嘅啦，係啦，佢個拳頭懟埋去，跟住先彈第二嚿嘢，再 boost 打落去。男嘅吸煙，拳頭打落去，咁女嘅吸煙就佢唔係一氣呵成咁做咯，變咗係。所以會你個連貫性你會覺得係有啲問題嘅，即係同埋會俾唔到嗰個感嗰、那個打擊感一下爆發一下嗰下嘅打擊感俾你睇到。呢、這個係佢嘅戰鬥同埋同頭先阿 M 所講啦，因為開頭就係一個射擊戰啦，咁而講嘅嘢就係、是、睇對面個駕駛員搖魚咁咯，即係機戰啊！吸煙連乜都話咯，知啊，嗰個擺明係 service 嚟㗎啦，咁嗰樣嘢大家咁但係之後到敵方畫面啊，我中咗招啦，跟住 HP 變零咁啊爆咗咯，機戰吸煙嚟㗎，真係。咁然後跟住到佢降落返去地球跟住當然因為呢個種子島嘅司令啦就係呢個佢阿叔嚟㗎啦咁然後跟住就最後就未必係佢阿叔嘅即係佢阿爸啲 friend 啦所以佢叫叔叔啫、啊、可以咁講啦咁而呢、這個就跟住顯身就話究竟即係佢老豆其實就當年點樣死法嘅話就係佢係衝埋去個化成光的男人其實是無此必要的即是以如果在第一集裡面我們見到那些迎擊者的其實應該那麼久之前應該未有那些東西的、啊、所以他要撞過去啦、啊、總之他老豆死了、啊、因為他仔要揸機械做主角所以他就死無解如果 Star Driver 的設定來講他老豆應該是未死的他老豆成為敵方陣營的幹部點啊？銀行未老豆啊？其實你有睇緊機 W 啊？佢 Captain Earth 個 Captain Moon 咧，佢係跟住佢成為咗四粒 moon 個老公。人哋 Space Moon 啊，真係
遇有對象。咁跟住其實最主要都係講翻啊大地嘅青梅竹馬啊切平同埋呢個啊哈馬兩位嘅即係重遇翻佢哋。其實咧個我覺得佢喺描寫角色依度咧，其實佢大地嘅角色我覺得係到位嘅，因為。正常典型角色咯，唔係佢唔會去問一啲係突然之間，即係我見到個青梅竹馬嘅朋友，我梗係問佢最近點，同埋大家記唔記得我之前個約定嗰啲咁嘅嘢㗎啦。跟住當然嗰條蛋即係困住都係蛋散嚟嘅，即係困住佢兩位青梅竹馬，因為佢哋有特殊能力啦。咁跟住困住咗佢哋話係咁阻住佢唔俾佢問嘢啦嚇。當然嗰條友都係嗰條友真係有啲揩揩地㗎，但我真係覺得個月。通常都是卡卡地的啦，呢啲角色。即系个故，跟住个故事就讲啦，因为主角就揾到第二把枪啦。嗯。第一把枪应该就系哈娜。哈娜整出嚟嘅，但系佢用唔到。系啦。于是就人工整啊铁瓶去用。但铁瓶实际上出机就变咗做主角大地啦，铁瓶又坐喺度。所以因为主角攞咗第二把枪，跟住就问佢第二把枪嘅来历系乜嘢啦，然后跟住就话。无啦啦出嚟嘅。是手生出嚟噶，义和团咁啊，话手空空无一物，圣黑龙骑士啊，佢讲紧。咁，啱，佢都系生条女出嚟，不过条女可以变成把枪噶嘛，咦，又合理喎，真系。点知嗰件靓仔定靓妹先？当女啦，女开心啲啊，会系咪先？咁都得。咁啊，主角就都最后被强制性带住咗佢哈娜同埋阿切平嘅嗰个咁嘅头套啦，记忆装置啦，读取记忆装置啦吓，叫做嗰个读取记忆嘅咩？嗰个唔系头痛，嗰个驱出器，不过摆喺头度啫系。系咯，唔系嗰唔系我最顶印就系咧嗰条咁嘅蛋散咧，戴眼镜嗰条四眼黑超蛋散，四眼仔蛋散咧，佢话开头佢话开头阿大地问佢话。佢哋頭上戴嗰個裝置咩喎？呢個裝置係保護佢哋嘅。然後跟住咧，佢一撳掣，跟住就整佢哋留到嘅話，都好保護下。你明唔明啊？老豆保護個女要保護到密密實實嘅嘛，唔好俾佢同啲壞人走埋一齊嘅嘛。保護到做男朋友嗰啲啊，即係精粗帶嗰啲 case 嚟嘅咯，嗰啲係。係 TST 上季啊已經。咁當然主角最後就即係運用佢嘅呢啲主角偉人嚟啦，好明顯就嘅召喚咗佢把槍嚟，跟住打爆咗個嘅。操控装置啦，嗰座塔啦，系啦，嗰、那个发射器啦，准咗突然间可以啊，真系可能要自动瞄准嘅咧。咁然后跟住就同佢两位青梅竹马就玩飞镖，回力镖，几咁伟大嘅，唔系几咁和谐嘅画面。咁、那个故事就咁，而其实咧嗱，我可以话咧，故事嚟讲佢系冇讲咩故事，就乜都冇啦。两集里边，即系同埋有讲个少少嘅黑幕嘅，系话啊，都系人嚟嘅，系呢个咩咧？系分为迎击派同埋移民派嘅。啊，咁究竟系移民去边咧？当然系唔知啦。咁反击派就自然系而家主角方面就系有 Captain Earth 嘅机体啦，种子刀嗰方面啦。是啦嘅兩邊嘅抗爭，咁但係呢即係好明顯移民派係好似同上面嗰兩條嗰兩位阿凌川夫婦呢係有呢個緊密嘅聯繫嘅。凌川夫婦講得幾直接呀。唔係呀呢度 Star Trek 我同你講一男又係一條女加兩個男㗎，條女又係得啲啲關鍵弱事嘅。咁男一號呢就是駕駛員，男二就是潛在駕駛員嚟嘅。啱曬得必曬喎成件事係。咁所以集合時即係套嘢呢我只可以話係好典型嘅機械人片，我唔可以即係我都唔可以話好睇。作畫方面就做得幾好嘅，可以嘅，可以嘅。佢應該今季最好幾套嚟嘅，因為啲草明啲。今季最好幾套除咗叉子彈，跟住就其實佢啦，呢套啦，荷合裝啦、啊，荷合裝都可以係啦。係啊，呢幾套之外，其實其他嗰啲作畫都有啲飄忽嘅，其實係有中等咯。近代的作畫是怎樣他就是怎樣文化的畫就文化的畫咯咁樣。但老實講崩屎的作畫就真係穩定嘅。不嬲都有崩屎的作畫就不嬲都穩定嘅。even 就算 Star Drive 呢套咁嘅爛片我都覺得啲作畫質素真係好穩定嘅。整呢套睇兩集都我覺得應該冇一嚿。其實應該冇乜內容嘅我覺得。以 Star Drive 經驗嚟睇套嘢都係。唔係崩屎嘅作品一係好好一係好差㗎嘛。唔係一係好有內容一係好冇內容㗎嘛。我都冇內容。冇內容嘅程度係你完全睇唔明佢講乜嘢，但至少我覺得呢套應該係一啲好簡單嘅動畫嚟嘅，我相信會係一套。好簡單嘅，即係起碼唔會同啲狗啊玩嗰啲核心嗰啲。
嗰啲另計啊，嗰啲就，但係典型大家想睇機器人片，因為其實呢套真係比喺暫今季嚟講係比較傳統嘅機器人片，即係健全嗰套就健全嗰套我唔當佢機器人片咯，嗰套係機嗰套係一個機器人片劇有高度斜度嘅作品，咁但係呢一套嘅話就係正常超開片啦，好啲嘅，其實我覺得應該。佢雷佢應該好多啊！雷佢應該雷唔曬嘅，雷依套嘢就，但係我覺得各位唔好抱依個太大嘅期望就 OK 㗎啦。當佢一套普通嘅機人片，唔好太用腦咁去睇嘅話，我覺得你即係仲有一個人嘅角度啊？唔係依樣嘢真係咁可以一睇嘅。咁我作為一個咁當然我作為一個版本真靈嘅粉絲，我會繼續睇落去啦。你叫靈川真靈啊？係。好啦，咁啊呢套去到呢度啊，咁我哋去下一套。